副庄主，听说你这几日生病了，好些了吗？不劳副庄主费心。 庄主的身体关乎着整个山庄，我身为副庄主，如何能不费心？小姐，你才刚醒，不宜动怒。是啊，小姐，得记动怒呢。我们就在院子里面活动活动，然后就回房吧。 庄主慢走，风少爷，他不在美院，在竹院。 身子如何？还是反反复复，不见大好。去让伊朗换个郎中。多谢副庄主，我还要去给小姐送披风，先走了。等等，把披风给我。 小姐，风少爷来了。小姐，我们还是回去好不好？这里太冷了，你身子会受不了的。总是待在美院，实在是太闷了。我知道这里是老庄主生前最喜欢的地方，可是，小姐，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，爹爷。 不行啊，小姐，你身体会受不了的。求你了，爹爷，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小姐，回去好不好？小姐，副庄主，这里风大，把披风披上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 你有什么事？ 已经得到了证实，师傅密室外的引爆器，正是来自江南霹雳门。你怀疑是霹雳门？不是怀疑，是物证。不会是霹雳门。我知道你和雷惊鸿交情匪浅。 师傅的事我会查，你最好回避。你真的认为是霹雳门所为？你这是怀疑我？不碍事的，多谢关心。不碍事的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难道我还会怀疑是你杀了我爹不成？
既然你觉得是江南霹雳门，那你要如何处置？彻底清除。那好，你记住。 我不会放过伤害我爹的人，哪怕我跟他有任何交集。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，那你先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 对药，要按时吃。小姐，战峰他又来说什么？他说炸回炼功房的火器是由霹雳门所致。 他说：“霹雳门害的老庄主，不要在此处说。小姐，我们回美院吧。”